自光格底沟油上热搜了，话题奉上热搜的 PG1 粉丝。自光格底沟油上热搜了，网友们一阵懵逼，但是有一群人在后面该当很高兴吧，他们就是将这个话题奉上热搜的 PG1 粉丝。在 PG1 被紫光阁批判后， PG1 的任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。先是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将原本会在1月20日播出的 PG1 画面删减，随后 PG1 的代言运动被商家联系打消，就连 PG1 赖以生存的贸易运动上演也被暂时终止了。更令 PG1 粉丝愤恨的是， PG1 的根底被撼动，天下各大音乐平台全面下架 PG1 的歌曲，如今已搜刮不到了。已是令 PG1 粉丝气急败坏，决力抨击紫光阁。有粉丝想出了妙招，传闻紫光阁就是一个饭馆，因而他们就预备刷话题紫光阁地沟油，让紫光阁声名狼藉，因而就有了如今的热搜出来了。不能不感慨 PG1 的粉丝还真是弱小。上热搜任务闹大后，紫光阁官微也有所反响了，立刻公布博文注释。文字版：紫光阁地沟油上热搜了，这类负面舆情该怎样应对？一、大规模删帖，可那只会招致舆情进一步发酵，本人处于主动位置。二、假装看不见，但是缄默并不会清者自清，而是会被认为是默许。三、赶忙出来扩清，但是基本叫不醒装睡的人呀，紫宝宝只能躲在楼下。食堂紫光阁饭馆里瑟瑟抖动。文采有没有很诙谐，配图还很良知。最初说的紫宝宝在饭馆内部瑟瑟抖动，简直是 PG1 本人和粉丝如今的实在写照吧。亏你们仍是211起步的高学历粉丝，当时在媒体下批评刷你们是何等何等高学历的任务人民群众，但是记载在案的你们竟然连紫光阁都没有搞，分明是什么就闹这么大乌龙。如今看来你 PG1 的粉丝比网友还狠，我们只想让 PGONE 被封杀，你们粉丝是想让他死呀？